给你们看看我之前画的设计稿，当时没有手写板，就纯用鼠标抠。这些是一些男士的皮首饰，这个是2020年时装周的秀款。我是满意过一段时间的。现在我按照你们的要求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做出来了。啊，你们说要个这玩意放在家里哈，辟邪哈。就这玩意会有人想要啊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最近我一直想做一些新的东西，我上粉丝询问，崽子们都喜欢些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一堆回复囤手。他要咋做个囤手手办吧？样子我都给你想好了。我腿头子啊，你可以去跟三只松鼠联名，就叫做三只囤鼠。大哥，你不尊重人了，这是仓鼠。头子，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做新业务了吗？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你在吹气球。那我喵的也不是豚鼠，它是金丝熊。两年了，我做短视频两年了。你们是不是就记得我长得像豚鼠？哪里像？哪里像？刚才居然还有人让我去做豚鼠代写数学作业。同理可得，我还能开通豚鼠外卖代啃、豚鼠电影代看和豚鼠男朋友代哄。不要生气啦！把我的大腿疼疯。既然豚鼠的呼声那么高，哎，我就给你们画只小乌龟。这种小乌龟看腻的不要紧，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看不起人的乌龟奶奶，自称是乌龟遛猫的鳖，流泪的查理龟二世，以及答应你们的乌龟之家。印在衣服上贼帅。豚鼠，我这个怎么画都是贱的吧唧的。哎呦，这只还不错，我感觉。你们还想我画脸上？告诉我，来告诉我，这些。